豪宅一对，二班那边也有一对，豪宅是那个，OK，马上靠车，你过来靠车，来吧，喝你们的了。二标跟豪宅不是一对的，要打起来了，一标打起来了吗？可能要扎，要被打了，他们要打起来了，二标，打起来，倒了一个，倒了，那边又倒了，又倒一个，又倒。我操，美丽，人头在吧？他自己补的，牛逼！好美丽，兄弟，他主人也倒了的，刚才不知道倒哪儿了。那边有个人，我们再一点点圈，右边都不在圈了，兄弟。我先走。他如果撞这边打起来，我们就去劝，好吧？撞绿标的话，这队进去了，我们右上角没人了，兄弟。看他撞哪？他撞仓吗？他撞仓了。这里捡，走走走走，走哪儿？走哪儿？仓库两个，撞绿标，撞绿标。他就撞了绿标，他撞了绿标，然后仓库两个，仓库的人在蓝线，懂吧？那算了算了，撞到三边就可以的。已经死完了，死完了吗？死完了，死完了，死完了。这已经对面的人，还有屁股。豪宅里面还有一个可能等会要坑你打起来的，我们先撑一下。听我说一下，蓝线两个，四标可能两个，长点方没人。又打了，哎，又被撞了，他们又被撞了。走呗，现在可以去了。走走走，哎，可以撞，他撞了仓，我们可以去那边。去长方，去长方，走走走。懂了懂了懂了。长条房吗？我说他去的长条房了。他们撞了大仓，随机死了一个。不，长条房也被不是二等好的也被撞了，兄弟。牛 happy HQ， 兄弟给解脱。大人撞，二层楼了。好撞，兄弟，直接给我撞停了。大上下没人，兄弟，大上下没人。HQ 死完了 ，CG 死过人，完了。别倒就行，别倒就行，有点吃枪线一楼。等一下，先别急。刚直接给我扁平了，川哥。没有，刚左哥被打残了。我直接往右拐了一下，撞了你。先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大仓没人啊，大仓没人啊，大仓没人在三标。我的我的。CCG 死过人，确定？我不拿仓吗？谁死过一个了 ？CCG， 我也打死一个，就剩两个了，都在仓那个张江。仓不能急啊，感觉。啊，没事，我确定。他过不去吗？我怎么记得有得抢了，兄弟。还有牛 happy 的信息，确定打完了是吧？确定，确定。OK OK， 封个烟，封烟去了。感觉牛 happy 不是很确定死没死。对啊，他可能在仓里呢，小心点。能过吗？过不过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憋死呗，没圈了，二表十七，全了的，不多。中超了，左边圈边。好像就他一个人，打头了，打头了，没血了。能补吗？能补吗？牛逼！是啊，我有两颗手，我有两颗两圈手雷。这一起掉过人吗，兄弟？掉过死俩，就两个人。炸雷了！你们趁那边打起来，把他们清了呗，组织一下。来嘛，那我把那个窗口捂住，或者扔个火。窗口，我丢两个蓝圈，这边二楼有一个。我左边丢两颗蓝圈，然后我们进别动，走右边打呗，哥们儿。右边二楼，右边二楼一个，头顶。飞翔，飞翔。哎，有雷了，别进，丢那个雷。二楼可以了，丢那个雷。这边，小心，小心，一个，一个。我亮了。我操！我来了！傻逼嘞！没事，好像可以救，烧不死。不了！烧不死，烧不死。死没死完吧？都能救，别看了。补了吗？没了，全能救。听我说一下，十七是不是没死？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。啊？他怎么死了？十七死了。我知道，差别我确定死了。虎哥，你救一下我，我去拿车了。去，全能救。包做你。
看一眼二标东西啊。八点前，八点我的。二标之前打过架的。拉出来卡你们了。要踩人了，二标。你看你们那边还有车吗？哎。有辆跑车。就是天路的，哎呀，天路在那边打起来了。跑上吧，你呢？不清楚，对，从左边顶。左边顶。快，天路在那边打起来了。对，他应该退了，绿边那个。没车吗？可以，没事，可以直接腿上来啊。OK， 我去开车。这车得要一会儿。子轩有没有雷？有雷，一颗，我给你，来来来。再给你分两颗。他们打过去了，我们得他们去打，他们去二标，你们把近点清了，近点，把近点清了。他们在二标打架，等会能劝。防区能看到吗？去左边，你上去。好像都过去了，可能留了一个，小心点。我帮你们拍近点。没合上你，别急别的，都打前面去了，好像。走。前面土路我看不到了，天路倒俩了。往前顶，往前顶，左边顶，有背身，来一个，补了一个。天路最多俩站着的，在哪儿？很远吗？近点烟，近点烟可能有。你上来，小心加油站。近点烟可能有。等。扔雷，扔雷，我丢雷，谁？我丢了。哎，石头，抓我这个，注意。倒了。牛逼！还丢一个雷，还一个石头。好嘞，石头，我打药。近点。死完了。怎么还有？前面我打药的，我没跟上你。我知道，我先把石头。人不多了，就五个人了。有个毒，你前面还有 EDT 还是 WCD 的毒狼好像。WCD， 我走左边来。我没跟你们啊。这个毒狼，这个好像就在这下面。毒狼，消音。我封个烟。二标，可以不踩他、啊。可以一起让他一起跟我们一起打交战，对吧？拉回来，跟我卡加战，快。别让他上不来，懂吗？上不来就行，不在我们。他上不来，加战给他架死了，这毒狼他上不来了。右边毒边神一点，赶紧拉回来，拉我这边。我在这面。赶紧拉过去，他们有人出去清他们雷了。我们定位今天有人吗？盯一下呀，得清左哥跟我。我看到两个，啊，顶车了，都对了，近点一个，然后加油站两个，左边有一个去丢雷的，好像。OK， 今天顶辆车。我们这边没有。加站两个。OK。好了，我撤个坡。二标两个，加站两个。下加油站，他们近点这个杀了，加油站就记了。今年这个变好像我们原点的那个，看能偷兄弟帮我们打。今年上不来。别急！来，标金标，标金标，二标金标。打一个，还一个。我封两颗烟，别急了，雨川。我先看加成。好，快加成了，有什么枪的可以救？加成的一个，然后哎，左哥得洗，我这得洗。我看加枪的。你小心毒狼摸上来。我知道。死了，还剩个毒狼。别走，掉，没死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打他！哪个位置？加站背面，加站背面。兄弟，我要给你爆了呀，兄弟！是确定一个了吗？一个。在里面。加站背，应该在里面好像。把人点出来呗！看看左边里面，看到不当人质，就在里面。不当人虐他兄弟，虐他！虐他！大妹儿，要提前做事儿。雅痞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前后都要吃枪。哎呀，这波萨妹儿又。再次可以斩获一分啊！前天倒了的话，看这个点能不能守住。两个人来顶萨妹儿，能顶住吗？打一个，这波只要能跟枪补上。崔哥在后点是支援不了，看小左了，这波只能看小左，但有放倒，小左放倒了近点，没问题。那个站起来人正好是在那个加油站的，这把吃了，对，扶起来之后就吃了。哎，这个分 K 了，要全 K 吗？这一分不留。崔哥直接想 K 我头，一耳光打过去啊！崔哥守住了自己队友的分数，对的，这把吃了，没有什么别的结局了，除非这个时候配有三个人同时下山，然后被人穿掉，这个没化妆就好了。对，这个问题应该也不会犯啊。上一把刚才左哥，我说左哥开门红啊，他说躺击了一把，队友很猛，这一把他 carry 了啊。对的，已经拿到四个淘汰啊，崔哥 summer。
但是今天 Summer 的正面打的是真的蛮凶的，他这把伤害应该很高。没问题， Summer 打的他近点只要他掰掉一个他就不亏了。对，选择出击的时机也很恰当。没错啊，看这个抓了一个扔投出的 timing。 嗯，炸到一半血没问题啊，恭喜 Peril 连两连击，帅啊。怎么不做表情了崔哥，快做表情。太平静了，这个已经连续吃鸡啊，习惯了。是的，